下午那个之前，我先送一点挂轴让大家醒一下。哎，这部我自己也没看过，你不要问他。他是没有看吗？我想成为影子强者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不知道外面。那那个可以吧？拥有超强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，这个有吧？这个大家都有看吧？他是我配方。大胖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退了2 S2 在地下城寻求邂逅，是否搞错了什么？ S4 已经四了，我管他，是不是显露出我的无知？好，来来来，那就问美异世界美流浪美食家喽。好难的啊，等等，我问你们前辈一点，好，笑死。好，来，我要问这题是：拥有超强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中，女主角获得风之女神的庇佑，但是需要每周献上贡品，请问那个贡品是什么东西呢？简单吧？没有吗？没有简单吗？你露出没有简单的脸。异世界美食家主角每周供给女神的贡品是什么类的东西？什么类就可以了。知道吗？知道。你有数到三把手机起来，准备好喽！1、2、3。后面这位刚才你戴着一个很可爱的黑猫帽子，哎，超可爱的。请问是什么？甜点，恭喜答对了。我有工作人员吗？我有工作人员吗 ？Hello， 可以来一个吗？谢谢。在哪里？我的工作人员真太真了吧？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都已经弄好了。直接给他，在哪里？在这边，穿红色衣服的这位朋友。好，再问一个异世界的美食家，请问。主角身边的史莱姆叫什么名字？好想养一只，好可爱哦！来，所有男朋友手上三把手机起来，准备好了，1、2、3！碎，恭喜答对了，耶、yeah ！来，再送一个。你们有，所以你们刚才有看那一部吗？没有看一些老师讲吗？有，都是困惑的脸，那难怪。我想说你们一脸茫然，那就问大字报喽，再问一下大字报啊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问这个好了。等一下哈，我们现场有一个摆摊的女仆咖啡厅哦。等一下要上台跟大家玩游戏，还要送大家奖品啊。请问这间很赞的女仆咖啡厅叫什么名字呢？数到三，你有没有遵守规则？是没有被主持人点过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要比。他没有举手，他有啊，他有举手啊。那你手是可以放下的吗？啊，可以啊，你看可以。好，那数到三，准备好喽，1、2、3。好的，谁能赢得过他呢？太厉害了！你有办法说话吗？哪里？我是拍戏。看好麦克风还是没用，但我知道。好，恭喜答对了，帮我递一下，是不是？你拿到奖品吗？等等，你记得？我得，再去，手手，不行，绝对会掉的啦！你们不要为难工作人员，好不好？傻眼。好，没错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迎接的是我们是又是两位非常可爱的狼宝来到我们台上，然后呢，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一些有关他们的解说之外呢，还带了很多奖品要来送给大家的，希望大家呢。一起来参与活动呢，把这些奖品全部拿回家。那在我们西柳斯女仆咖啡厅之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表演者轮番上阵了，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。现在就赶快移动你的脚步到舞台前面来准备。